You were passing by, surrounded by all those butterflies. Suddenly they flew right in my heart. Must have looked like a living piece of art. 来，我要 check in 的。房间的话是安排在九楼二号一间四人房。我们来到礁溪啦，来到礁溪一定要住一个亲子饭店的嘛。我们来到饭店呢，就是叫做川烫秋天温泉饭店。名字有点长哦，所以我们要照着来念才念得到哎。因为我们办理 check in 了，所以我有这个号码，我有这个字。我们一进来了，我就看到哇，可以从玻璃后面看到那个温泉的地方啊，真的很多个池。我们就赶快 check in， 赶快去拿房间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带小朋友去玩喽。今天我们住的是春天家庭房，我们楼层呢是在九楼，房号是902。一进来这边呢，我们闻到了好像那种温泉那种味道哎。这边呢就是衣橱啦，就只有一个保险柜，下面那个是什么呢？就是浴衣啦，两件小朋友的，还有两个大人的，而且很贴心哦，有一个粉红色跟一个蓝色的呢。赞，我们进去右手边这边的浴室吧。我其实我一走进来，哇，我被这个大面的镜子给吸引住了。这个镜子也超大嘞，基本上三个人站在那边都没有问题哦。这边呢，就有一个免治马桶啦，赞。基本上在台湾每个住的饭店呢，免治马桶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配备啦。嗯，姐姐，喂，哦。这个就是可以泡温泉的哦。这个泡汤的区呢也非常的大，基本上呢我们一家人坐在那边呢都应该没有问题啦。对，一家四口都没有问题。赞。左手边这边呢就是一个蒸浴啦，蛮 standard 的。从浴室走出来呢就是一个 mini bar 啦，但是为什么它 mini bar 那么空旷啊？有点空虚啊，只有两瓶矿泉水。接下来开一下这边是什么呢？杯子是蛮多的哦，然后还有很多零食啊，还有坚果。冰箱看看有什么，不跑果汁，还有两支水在里面。然后这里呢就是只放行李的地方啦。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地方有点小哦，那个我们的行李应该只放到60%的行李箱的 size 吧。不用怕，这个房间超级大，我们的行李放在这边呢，都有很多位置哦。是，电视机在这里，行李箱就可以放这里了，超大超舒服的，完全。大，你看西门雪雪这样大只，你看他放了一个大。你看还有很多位置哎，然后再走过来一点呢，就是工作台啦。工作台有备一个插头，然后我看看里面有什么。哦，就是控控炉，就是很简单啦。还有一个台灯，镜子在这里方便化妆。然后到这里呢，这种温泉酒店呢就没有露台啦。接下来这边呢也有两张双人床哦，看起来是非常的舒服。我找一下木恒的乐器在哪里。哎呀，对，他们都已经很舒服的躺着了。整体上的空间啊，用色方面呢都非常的舒服，而且他们的配光啊都是温色系的，真是很不错哦。我很喜欢有一点的是什么，它的地板木质的地板哦，不是地毯，没有灰尘，赞。 Enjoy 了我们在房间里面的设施呢，我们现在要去这边这个房间这个酒店最厉害的地方，就是它的亲子设施哦。我们要赶快冲去外面啦。啊，我们已经从游泳池回到来了。有点失望的是游泳池呢是不能拍摄的，所以呢我们到最后呢什么东西都没有拍到。木恩，刚才在游泳池好玩吗？好玩。你玩了什么啊？大大的水，嘣。然后呢？还有一个 kiss 陪棍，然后那个鱼吃我。对，这里除了小朋友的戏水池之外呢，还有各大的温泉哦，超级无敌特别的，有红酒的池，还有 bubble gum 的池，还有低温池、高温的温泉池，什么都有，还有很多那种 jacuzzi 啊，很多不一样格式的喷泉啊之类，很好玩。最特别的是呢，这里有一个池是养满了很多小鱼，我们都把脚放进去之后呢，小鱼就直接在吃我们脚的死皮。木恩和月熙呢在里面呢体验的是蛮有趣的，
因为这个是馆内的设施呢，我们就可以无限的使用。我是觉得这个是蛮好哎，如果在外面用这种设施的话呢，基本上真的需要蛮多钱的哦，而且未必也让小朋友去尝试，蛮不错的。虽然呢我们不能拍摄，但是呢我们可以专心在那边游玩，玩了整两个小时吧，小朋友呢都不舍得走，所以呢现在我就要准备进去我们的浴室呢，去泡我们的温泉哦，再泡腿一次，不过分吧。早安啊大家，有美女一起的电梯是不是很开心啊？整个早上心情都很好呢。看了这个美女图，我们就要去吃早餐了。 Go go! Days without water along the sun's old road. 进来这里呢，发现这里采光非常的好，有一大片的玻璃，玻璃后面呢就是礁溪的火车站，可以看到火车啊在旁边经过，也是蛮不错的。这里是沙拉水果区，所有的食物呢都有一个盖盖着，蛮卫生的。这个东西也蛮有趣的吧，应该是直接可以采来吃吗？那边呢有蛋仔面，这边呢有少许的热食区，那个 French fries 蛋饼，哇什么都有。这些呢就是台湾的传统早餐，传统美食啦，蛮不错哦。喜欢学学吃多一点，不能吃多点，已经那个食物已经转移到我的脸上了，不行的吃。这边有一个宜兰道地咸粥，等一下我来试一下。哪里既然这边有和牛咖喱饭，这边还有一大片 cheese，哇，这一片果酱 cheese 面包的区域也太大了吧，很吸引人哦。要称赞的是这个沙拉区也太精致了吧，你看所有的菜啊都在这里呈现，很美哦。我来试试它的咸粥，哇好咸哦。有没有咸粥吗？真的有点咸，这很像芋头吧。是芋头啊，芋头意外的配粥啊，很好吃啊，只是有点过咸啊。整体上味道 OK， 但是我不能再吃了，等一下我爸我会去吃剩。接下来呢我去吃他们的传统早餐呢，有一个萝卜糕，萝卜糕煎到表面上呢蛮硬的，我怎么会欣赏，蛋饼应该不会踩雷吧。味道 OK， 只是食物的温度呢是稍微冷了一点。金鱼，这鱼好吃，有点温，然后味道啊全部呢都配到刚刚好，我喜欢这个。 And it's all for you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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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I did it all for you。这里呢有一些传统游戏在那边玩哦，电流击棒，只要一碰到旁边呢这个东西就会亮起来，蛮有趣的。这边呢也是一个传统的弹珠台哦，弹珠台呢只要这样子一按，哎弹起，噔噔，然后呢只要把这个木拿掉，弹珠就会过去，蛮好玩的。我们要去的就是这个 Cars 乐园，这里这是很紧密的一个地方，好有趣。妹妹在开车咯， Marshall， 哇，姐姐的是 Chase， 哇蛮快了嘛，我还追不上呢。哇，这里呢也是蛮宽敞的，这里有个投影机，小朋友啊可以看到身临其境的那种儿童气氛。这个就是维修区，哇有好多名车哦，有坦克车有跑车。要说的是这里真的是非常的精致，这里有哺乳室，这里有亲子厕所，还有男女厕所，全部人呢都照顾得到。这房就在这里，有几个跑步机、踏步机，蛮小的。毕竟来温泉饭店的话，来运动的人都很少，所以呢，器材方面少的话呢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这个区域呢，也是小小朋友的区域，投影机呢投射成卡通在墙上，
这边呢有少许的 Lego 啊，小小朋友的玩具啊，接下来这里呢还有个球池滑梯，哇，赞呢！小朋友啊可以约在这边玩哦，我觉得真的是超级开心的。赢了木恩的照片呢，就会直接投影在这里嘞。这个就是木恩画的，哇，好酷哦！赞呢，这个就是我们在 Art Science Museum 里面看的东西啊。画了过后呢，拿去打印，然后就可以投影在这里。这个游戏空间呢，还不止照顾儿童，大人也照顾到呢。还有这个可以玩跑车的地方，很棒。来吧，要玩疯了 ！Oh my god, oh my god！ 来这里体验 PS5 陪你，很赞哦。Without eating, 'cause it ain't enough for two, and it's all for you. 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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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id it all for you. It's all for you.那说一下这两天业主家的小小心得吧。我发现这个安全饭店非常的好玩，从大人的小孩呢都兼顾得到，小朋友可以开车，有球池，有投影机，这些呢他们都已经玩得非常的尽兴，而大人呢还有 PS5 赛车，哎，超酷。除此之外呢，这里还有温泉池、溪水池，真的是大人可以在泡温泉，小朋友呢可以玩溪水池。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呢，这里还有一个池呢是养了很多小鱼，我们可以把脚放进去让小鱼去吃那个死皮，这个体验呢让小朋友觉得蛮新奇的。以前这种鱼吃死皮这种东西呢是真的是不便宜的，但是这个温泉饭店呢里面有提供这个东西，全部都包进去里面呢，我真的觉得物超所值。我们这次的价格呢是大概台币7000多，在新币300多左右，我真的觉得物超所值。来到宜兰这个很美丽的地方呢，住这么亲子的饭店呢，我们大人小孩呢真的觉得哇超开心超舒服的。好了，这个影片就结束了，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分享按赞，如果你有任何的亲子饭店要推荐给我们的话呢，麻烦在底下留言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The best of me.